在网络上拥有超高人气，活跃在广告和电视节目中的美少女安心雅。她可爱的外表和高挑惹火的身材使她成为本期的 GQ Girl。 在拍摄这组照片时，使用彩色的家具和唇形的气球来营造安心雅的甜心形象。各位 GQ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安心雅。我最近都在跑试镜，然后还有拍广告。那广告有拍天堂的线上游戏呀，但是我不是演什么战士什么的，我是一个生日的寿星。然后最近还有露营，那露营是在全民最大档，所以大家可以在全民最大档有时候可以看到我哦。男人味的男生，然后还要有一点大男人主义，因为我喜欢被保护被管的感觉。有才华的男生他会很吸引我，就不一定要长得很帅或怎么样，就是只要有才华或什么才艺之类的。